Okay.哦，现在，现在浦东机场，因为在飞机上很无聊，我想说有一个游戏蛮有意思的，给你看看，这个喵 cat，非常无聊的一个游戏。这个可以在 Marketplace 下载到，其实还蛮白色游戏，但是还蛮耐玩的。就这样。哦，对，还有，如果你在大陆的话，如果你是用繁体中文的 Windows A 的话，它的地图的图纸是非常烂的哦。你看一下哦，因为它地图纸没有包含大陆，所以很多看哦，看它的路。非常的不完善，看资讯很不完善，所以推荐大家是可以到 Marketplace 去下载一个叫做这个高德地图，高德地图反而比较像 Google Map，蛮好用的，看马上，而且高德它是做导航的，所以它可以显示 3D。非常的顺，很像 Google Map。OK，就这样了，分享给大家用。